今天我给大家介绍八种馄饨的包法。
后介绍一种自己和面自己擀皮儿的东北家常乱汤大馄饨。过去东北农村杀猪的时候，用酸菜汆的骨头汤下这种家常馄饨，妥妥的家的味道，儿时的记忆，现在已经很少有机会吃到了。东北农家大馄饨少了些精致，却多出了满满的家的味道。